开始播。我在看。对啊，你先选一只，然后看一下那技能是不是哦，看来是真是角重复角色的。来，我先加个。哎，放不到。路人选了一只莫伊拉。好，叫好我的了。我在。烧。正在调整防御系统。就开时间了哦。中间的那个是那个框的颜色，其他是那个那个片的颜色。等一下，先别。好好哦，我好了，我去挂台了。哎，我被拍，我被拍了，他们走，我被拍了。左边。哎，他们那里，哎。哎。哎，没人嘞。在这里的。等这场之后，我再去挂台。哎呀，好了，可以去挂台。哎，真的有用哎！等一下再来好。先放三个烧界塔，再用传送门传过去。他把烧界塔拆掉，被拆掉一个。肚子，哎呦呀！有人欺负我，给他阿莲我。他吸引了，我们是该换了。那主要是人力不够多。我最好奇是我那个放草丛里面的那个烧界塔一直没被拆。哦，拆。打棒球喽，不是打乒乓球喽。哎，左边死神还是什么？我有大，我已经大局开过了。你进来喽！所以我说后面那只莫伊玩很久喽。是不是还说我要换脚啊？哎呀！哎、欸，后面那莫伊，他玩很久了哈。他是，那他被我啊，他被我烧界塔杀死。可点的没人了。那你们全部换莫伊拉哦。我没有换。好，那我也换莫伊拉。有人被吃了。最近的那个烧界塔，不是那个传送门没了。有错。换掉喽。嗯，好远，超远。嗯。现在有两个莫伊哦。这是找莫伊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哇！我还会跟我们不同的角色啊。
他在小星星星哦。治疗你什么克莫伊啦？莫伊好，克莫伊的那个夺命哦，避雷后炮台吧。本我不拘于形，本我不拘于形，或是更多的莫伊啦。好，上面龙啊，靠腰啊。好巧，那我们要他为什么要站？我也很好奇。什么东西克莫伊拉？更多的莫伊拉，很有道理啊！他们两只莫伊拉敌不过我们四个莫伊拉的。莫伊对打，重点是车啊！不用再看他了，气死！右边星星，右边小房间星星。你不用一直按着，不用一直按着，按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急很快。哦。猪猪，左边冒一打。等下你们两个，当一个大姐被断了，我帮另一个人，可以的。左边莫伊，哇，那个电好痛。没来得及救急，我看好多红球在飞哦。其实这里好乱的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。哎，星星后面，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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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我跟大大都在喷你，没事，没事。然后你们就稍微喷一下。我摸你一下，我摸你一下，好了。都摸一下，都摸一下，谁抢先摸一下，摸一下。换人坦，换人坦，换人坦。帮我补一下，谢谢。那可不可以补我一下？星星后面，星星后面，我大仙扣住好了。
把大线扣着一下。我觉得可以不用扣啊，直接开了啊！哇，我带了那么多。扣吧。右边清新小房间。还是不包了，还是不包了。回来哦，在外面摸鱼回来。我没卡住，我没卡住。还想开大、啊？伤害机一万一。哎哎、欸欸，你伤害机你多少了？一万一啊，一万，可是我一万一千一九，哎、欸，多我两一百多而已。啊，我忘记我在开台，我白痴哦、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完全忘记我在开台，我在干嘛？都没讲话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帮你说话了。我们在讲，我们在讲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太认真在玩。我等一下去吃饭。不用吃啊。要啦，你们玩。哦哟，买要外送加外。好，那个有人说那个游戏名称，我立我你猜那个哦，差不多啊，跟今天玩的一样啊，射击游戏啊，然后搜塔、哦，好像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游戏名，游戏名不用啊，谁不知道这游戏卖快啊？这个太是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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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了台的画面，哎、欸，对呢，不加好友都可以表扬。对啊。所以我一直在表扬无缺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，我每次可以表扬他、欸，哎，不像你们都没得表。没得表，他现在在表我，我气死了！你是不是很久没表扬我啦？我没什么在表扬，因为那个等级我觉得加一点点而已。没有，他好像是要延续，他好像要延续，因为表扬等级升级会送箱子哦。我知道，可是基本上都在二，我就没什么在。是被表扬，还是表扬人到二？被表扬对不对？被表扬。对啊。就变成表扬，就一开始大家按得很开心，然后后面都嗯。呼。真是有用。那其实我们刚玩 B 级也可以耶，全部 B 级不是可以啊？可是我不太会玩，左键就好啦。你就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一盾级、二盾级、三盾级、四盾级、五盾级、六盾级。疯狂疯狂，他现在盾变超少的，他那个盾牌都两百。好啦，可能是防守呢？防守哎、欸，又是防守。奇怪 ，Tina 走了之后，对面变那么恐怖啊？不是我的问题。没有，我觉得是排游乐场的人的关系。排游乐场比较少。只是我还没真的很认真的去玩。没关系啊。我一直心没。哎，右边哦，我传送我们加油。原来大大你有四颗星哦。哎、欸，林知道，传送门在右边了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我有时候会没想起来。那就是忘记啊。原来大大四颗星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去绕他们后面了、啊，我要在他们后面冲出来，靠他们一波。那我的少界塔，这些人都玩的那么凶，那我少界塔摆好了。这边好了，这边属于快死一波吧，因为你在被他们走过来，有时候看到，所以要躲那个旁边一点。啊，好好。等一下，这三个，我看到那三个，我看到什么了？我们要从后面，欸、有个魔影跑过来了。
他们全部跑过来了。他们跑这边。他们跑，哎、欸，他们三只、四只墨鱼，一堆墨鱼。可怜哦，有只墨鱼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不看看前面的？哎呀，我不行。可以。我知道了，我捕到了，我捕到了。墨鱼可以，墨鱼不，这可以刻墨鱼，可以。可是我还是继续吸美塔，这样你们传送门才可以快一点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前面慢慢慢慢墨鱼啊，改。他们直接甩了你们三个五包。哎、欸，他们换避雷了，避雷哦。靠腰。换避雷了。小黄瓜。不行，被扣了，被扣了。他们受不了了，换了一只避雷。跑了，跑了，远近点了。哎、欸，有个莫伊拉想要近点。我等避雷近点，我等避雷近点。有没有人要补一下大大？啊、没得补啊，我们要靠到才行啊。不要打仗。哎、欸，莫伊，点。不行，要换了，要换了。我还没使出全力。换了。哎呀，换角，莫伊啊，点啊！啊，不对，我练角色好了。他是 B 的，你可以啊。也是这也很少，来看看我准度到底好不好？我突然想做一件事情。他怎么上去的啊？我觉得你睡完换我睡。我的吧。那请问是你睡的还是我睡的？那，你爸为什么不是你先睡，我再睡啊？反正就是先睡睡到就换第二个就换谁？哎、欸，避雷啊、哦！避雷下，右边。我觉得莫伊有点扯。一堆莫伊有点扯。我不知道我怎么打，我觉得莫伊好强、哦。就跟我们上一场一样，一堆四只莫伊。哇、啊，这走位没有用啊！走位要扫过去就对了。练脚真的不能玩这个模式。不行。莫伊太强了啦！太多莫伊了。不是莫伊带着开下去，四只同时开大，你根本没位置躲啊！你看这里的那个位置太小了。莫伊太强了，不行。我可以在这边，应该说他在小空间。我开到一个金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啦！我恨你。好，你不早说你要开箱？你会讲吗？我是没查，我没看到，我也没查。我一说我会要开箱，只是他们有些人都不说他要开箱。怎么都没看到？影片没看到。对啊。点那个英雄展示厅，你还没点开的，他应该会有心。你知道我都不会去点开已读那个吗？好的。你可以每个都点开来看看。
英雄展示厅。好。尼泊尔。正坛是那个吧，中间呢、啊就是？中间有的绕的。周围，中间有的绕、欸，他们两个。嗯，那么凶，也是可。那，我选择这只。啰里吧嗦哟，啰里吧嗦哟。嗯，啊，这就看这莫仪伤害轻重没有，应该不太会的。但是当这个莫仪不是不是，那我可确定莫仪应该是不是伤害已经，不是治疗已经治疗技能。那一定是不是一个是金啊？就我跟繁星两个辅助废话。没有治疗。如果他不按右键，不但他按秀的他也会啊。我把右键拔了。哇，秀才也罢了。哇塞，那一嘞？一有治疗，那我把一也罢。只开 Q 了。那边的球有点多哦，三颗了哦。靠，要六隻。哎、欸，他们是六只哦，六只莫伊哦，六只莫伊哦。球堂会杀人呢、啊，白痴哦。告诉你啊，这打这个很简单的、啊，秀的下去，一个一下去右键就对了。就给交给你们闪光弹，然后我在后面一直。要不要进来呀、啊？没能量的，繁星需要他们，你需。要了会没能量。不行啊，一直吸，我吸三回，一直吸一直爽了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伤害影界各位。嗯。三。嗨，小鱼，你醒。你可以上线了。我们再开台，斗阵。啊，再开台。对。方明。我说刚睡醒，想怎样？没怎么样啊。反正你真的要补了，我自己一个人补不过、啊、补不来四只麦卡蒂。一条命就做人换一个，大概都这样。那这游戏到最后玩到后，全部都变那个莫妮拉在玩的游戏。反正，反正主要是这样。你看，爆人家很准哦。哎、欸，好痛哦！一发爆头就死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是瞬间的啊。好痛哦！你们要打左边的啊？我没有换巴迪好了。是在乎我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吗？吸不赢，真的吸不赢。你吸不赢。等我开完大交换角。我的表现不该是这样。我换一个比较好补的好了。莫伊真的很难补啊。嗯嗯嗯。哎呦。不行，我只断掉一个，没办法了。然后哪一只啊？莫伊的话。晚一点。他们血太少了，我一推就直接爆了。哎、欸，我补不到。啊。嗯。为什么你会补不到？你们前面还 OK 吗？不 OK。不行。太快了，到了哎、欸，到了就不见了。我跟你讲一下，太快了。
来吧，我们要莫仪对莫仪了。不是不是，另外一个玩法、啊，两、个两三个盾啊，一直避雷。可是打避雷打莫仪不是不是很强悍啊？对啊，可是他是打不进来啊。他要先打盾细胞啊。可是他们一直丢球还是补得进来啊？也是、啊。而且你举盾，他们后面撑到大绝之后，大绝一个灌四个、欸，除非你把就配一个八 D 就好了。我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要换八 D。看你们了。换八 D 好了。